嗨，你喺边度啊？你喺边度啊？哎，系啊，系系系系系。啊。哎，怎么样啊你啊？我还可以。小月月，我顶死你啊！你是真夸我呢，还是假夸我呢？真的真的，发自内心的。好哥，你也很棒，关键我喜欢嫂子。是不是？喜欢嫂子就喜欢就得了就喜欢就得了一会儿会场咱们见啊。好嘞哥，好。好嘞，说你爱我。喂，沈总，你上来了吗？我马上上去，怎么了？我问你，他一会儿让你选房子，你的幸运数字是多少啊？幸运数字四吧，我喜欢这个数字。你喜欢四是吗？让我选来了。你选了？我就问一下你喜欢哪个，到时候我选你那个。你问我选哪个，然后你就选我那个，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我就这么欺负你，你怎么的？你想怎么的吧？气人不？气人不？气人，气人，气人！说你爱我。说你爱我。我爱你。好。不要脸。伤了心的女人怎么了？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。我欲哭无泪，伤痛向谁说？